阿元，把音量再调大点，他们现在可能非常害怕，声音呢会比平时轻一点，甚至声音还有发抖。是。你们俩坐下。是。你们一起来投案自首是个好的开端，我们是欢迎的。你们可以开始了。这枪是我大哥于守仁留给我的，我上缴。我是国民党保密局陆城武装行动小组的前副特务。你的代号是037？是，我的代号是037。你们怎么知道的？我们当然知道，对于任何潜伏特务的情况我们都是掌握的，所以你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坦白交代的程度如何，关系到你的敌我立场的根本转变。是是，我不侥幸，不侥幸。我叫于守业，他是我的爱人，叫周小莲。我们真的是来自首的。周小莲，虽然你不是潜伏特务，但是你知道于守业是潜伏特务。如果你不向政府揭发报告，那也是犯罪，包庇罪，同样也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我没答应灭亲，我认罪。彻底认罪，来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是你们唯一的正确处理。于守业，你继续交代。是。1949年1月，淮海战役以国民党军的全面溃败宣告结束。江北重镇潞城的国民党守军被击退到城内，陷入了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地下党为了迎接就要到来的解放，开始活跃起来。国民党保密局潞城站在守备司令部的配合下，采取了严厉的行动，一时间血雨腥风，刀光剑影，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地下党组织处在了危难之中。黎明前的黑暗笼罩在潞城上空。
瓜子儿来，栗子，香烟，卖香烟嘞。馄饨，刚出锅的馄饨。尝一个香烟。尝一个卖香烟嘞。我们是来抓共党分子的，都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不许乱动。搜那个穿风衣的。救救我！你是什么人？女的？你是里脊肉铺的玉芬姑娘。萧参谋挺有雅兴啊。啊，听戏而已。谈不上雅兴。萧参谋，您的朋友？不认识。哦。你是干什么的？鄙人财神里，做小生意，卖布的。在哪儿发财啊？韩江镇上。哎，送那个穿风衣的。哎，他这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再告诉我。一定是发生什么意外，要不保密的人不会到这儿来。老洪，敌人会不会冲着玉芬同志来的？玉芬到城外的部队那里去联系接受任务，我们是约好在这儿见面的呀。敌人突然搜查到这，是不是玉芬同志暴露了？没看到他们抓走人啊。也许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玉芬藏在这里。周班长，于先生，和尚戏班几十口子人，要是这吃饭的家当沾了血气，招惹了灾祸，那往后咱们的日子可得靠你于先生养活了。周班主，你就发发善心吧，他我认识，在我们家对面里脊肉铺和他爹卖肉的，他是个好人，我不想他被抓住。哼，人家这陆城的保密局不是你家的吗？你哥哥是站长，一手遮天呢。所以说不能落在我大哥手里，不然的话他必死无疑。干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就发发善心吧，让这姑娘躲一阵子。啊，周班主，她受伤了，要是血流不止的话，她就没救了。周班主，算我求你了。
你们这几个呀，都是心善之人，好心会有好报的。虽然咱们唱戏的钱挣的少，可义气不能少喽。哼，今儿个要是真让人家把人给逮走了，那以后人家怎么看我们和盛班的？那我们以后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行，我去对付那些保密局的人。查武，候着呢。走着。值班主，谢谢啊。赶紧给小莲办戏。哎。聂先生客气了，平日里我们想请聂先生都请不来呢。茶五，好，聂队长抽烟。不抽，谢了。有共党分子进来，我要搜查。聂先生，我们这戏班子里哪有什么共党分子？再说我也没有看见什么外人进来。有没有外人，得搜了才知道。聂先生，聂先生，哎，聂先生，这是小莲的屋子。你是说，小莲是苏婉的名角，我进去不合适？姑娘家家的，不太合适。嗯。哦。于老师，于先生，您在这儿啊？是啊，聂组长。我来看戏的，有事吗？您喜欢小莲？哎，不是，唱的戏，戏唱的好，好啊。嗯。于老师，刚才您看没看见一个穿风衣的人跑进来啊？穿风衣的？啊。没有看见，怎么了？那对不起了，于先生，扫了你的雅兴。再会，再会。好，走。那个穿风衣的人的确是进了红夫妻园，可是我们只发现了几滴血，没抓到人。前后都搜了吗？都搜了。对了，在后台还碰见您弟弟守夜先生，他也跟我说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回去再搜。是。哎，还是让他们把戏唱完吧。保密局的人怎么突然
撤走了吗？我去看看。来包香烟。何官印，老道牌。外面已经被特务严密的控制了，看来玉芬一定藏在这儿，我就把他们引开。别动，我们等灯熄散场。喝水啊，来。谢谢于老师救命之恩。没什么，举手之劳。等现在的这里稀散了以后啊，我再带你去我的诊所，好好的给你包扎一下。哦，对了，他们为什么要开枪打你，还要抓你啊？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不是和你爹在肉铺里卖肉吗？谢谢你们。会有人这么拼命的保护他呀？你快走！一起走！这是老红的命令，快走！
没子弹了。子弹还在里面呢。你等会儿啊。在。先送他去医院吧。是。嗯，送医院。现在正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时候，杀人不过是为了维护利益而已，我是为了党国的利益杀人。我不懂你说的什么利益，我也不懂政治，我只知道你是我大哥。大哥放下屠刀，弟弟成佛，你不要再滥杀无辜了好吗？我求你。哼，无辜，我的枪下没有一个冤死的鬼，他们个个都是跟我们拼的你死我活要推翻党国的共党分子。昨天晚上老蔡为了掩护你也受了伤，最后让玉秀人抓走了。啥？不行，那我得去救他。回来，坐下，坐下。你这个样子，你单枪匹马的，你能救得了他吗？那咋办嘛？得另想办法。我们牺牲的同志都是被鱼首人他们给害的，干脆杀了鱼首人。站长，站长，站长，您回来了。啊，那个蔡顺礼招了没有？哎，这个共党分子很难对付，他油盐不进，可不是一般的顽固。哦，是吗？那我倒很有兴趣领教领教的。走。站长，按照您的指示，没有东西。蔡先生，醒醒吧！让我打个盹吧，我困死了。你什么都没说呢，我们怎么能让你睡呢？说什么说？你们杀了我吧！想死，可我偏不让你死。这种滋味儿也不是人人都能尝得到的。这样吧，你告诉我们老红是谁，在哪里，我让你睡三天三夜怎么样？看来蔡先生是困了，把他醒醒吧。走，行吧。
别加了。城外的徐团长让我一定要转告你，一定要想办法搞到朱化成手里的布防图。哎呀，刚刚完成的布防图在朱化成的手里，想要搞到手有困难。我来想办法吧。目前陆城正处在共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你们都是我的副官、参谋，以及我得力的属下。我也实不相瞒，现在城外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共军突破了防线，我们只有转入城内进行巷战。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按照刚刚完成的布防图迅速把各团部署到作战的位置，在共军发起作战进攻的时候严格督导各团顽强作战。我们要齐心协力死守陆城，把陆城变成共军的防部。齐心协力死守陆城。李连长，你怎么来晚了？秦司令见谅，我家里有些事情。家里有事？是你弟弟有什么事儿吧？我弟弟？他能有什么事儿？一个教书的。一个教书的，既会舞文弄墨，还会风花雪月。哎，李站长，你不要紧张。我只是听说你那个弟弟天天泡在戏园子里，和我喜欢的那个小莲。啊？哎，他可是我的宝贝儿啊！就算是你于站长喜欢了，我也不能转赠给你呀。他肯定不知道周小莲是你司令喜欢的女人。司令不要见怪。我回去好好的说说我这个弟弟。好，他给小莲化妆制衣说戏这都可以，他懂戏是陆城里的名票，但是千万别动什么别的心思，不然的话岂不是让本司令难堪吗？守夜，嗯，你昨天给我讲完戏之后，我唱的是比以前好多了。你昨天唱的真的很好。好了，我帮你办戏吧。嗯，好，很好。兵临城下，城里的地下党自然是坐不住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地下党的匪首，那个叫什么？老红。对，一定要抓住这个老红。是。还有，万一共军突破了我的布防，一定要在共军攻入城里之前启动破釜计划，就是守住陆城，要给他们留一座死城。司令请放心，如果连破釜计划都完不成的话，那还要我们保密局干什么？不过共党地下组织有一部电台最近活动非常频繁，我想请司令
把美国提供给87师的电台侦听设备借给我们先用一下。我要打掉这部电台，让陆城的共党变成聋子、瞎子。好，没问题。何副官，吉荣老弟，肖参谋，有事啊？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开春兄，你直说就是了。兄弟，我知道你跟余家兄弟关系不错，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说吧，让我找余家兄弟干什么？余守业是我的老同学，我和他哥关系也不错。啊，是这样。你帮我打听打听，保密局前天抓了一个叫蔡顺礼的，现在人情况怎么样？我听余守仁说起过，那人可是共党分子啊，你打听他干什么？哎呀，我也是没办法呀，他老婆是我的远房亲戚。余守仁可是心狠手辣，蔡顺礼落在他手里，两个结果，一个是招，一个是死。没听说他死了，那就是招了。他招什么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哎，给肉拿着啊！哎，给你钱。肉好啊。肖长官，今天有上好的后腿肉，我来点儿。也行，那就给我来一斤吧。哎呀，今天的肉可非常好呀，要不来两斤留着明天吃？来两斤也行，反正家里明天来亲戚，那就给我称二斤吧。好嘞。你们要多加小心，蔡顺利可能叛变了。叛变了？这两天不要有任何行动。来，把肉拿上。哎呀，这现在的肉啊是越来越贵喽，都有点吃不起了。可不是嘛。哎，你慢走啊。蔡顺利这个软骨头还不如小顺子。就是这两天咱们可得多加小心呢。柱子，你把那个板车拖过来，晋江楼的肉给他送去。啊，路上小心啊！放心吧，我又不是头一回送了。这丫头，对你的组织我们一直在追查，李记肉铺的妇女两个都是你们的人吧？我到现在还没有动他们，就是想找出你们的秘密电台到底藏在哪里。你识相的话就带我们去李记肉铺，算你立功赎罪，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老李，你快走！不，我带你走，你走！我知道你很难过，你爹牺牲了，我们也很难过。眼看就要胜利了，而他们却倒下了。可我们还要继续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最近风声很紧，你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组织上已经给你找好了新的住处，松年堂药铺。老洪同志，我要求批准我去杀了这手人，为我爹、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人生已是岁月悠悠，有人如意，有人哀愁。你求功成名就他乡，平安无忧。人生已是岁月悠悠，有人体面，有人难受。你求健康长寿，他乡吃穿不愁。是要尊严还是低头？珍惜所有。是要投身还是自由？昔日的少年却已白头。
顺手，心。